各级议长阁下率团到我们的国会演讲，特别说我是台湾人，我做行政院长都要在那里报告演讲，他们从来没有给我像给你那么热烈的掌声，也令我特别感到羡慕。今天让我们坐在一起，尤其看到韦德奇议长阁下率团昨天在我们的国会演讲，特别说我是台湾人，让国人特别的感动。我们国会议员不分朝野起立热烈鼓掌，我看了也非常高兴。昨天议长阁下演讲的地方，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，我做行政院长每年都要在那里报告演讲，并且接受国会议员的质询，他们从来没有给我像给你那么热烈的掌声，也令我特别感到羡慕。虽然我们两个国家距离遥远，但台湾人民对于捷克印象非常的好。我们台湾人民在过去两年中就有超过180,000人到贵国访问旅游，而且在台湾我们在超商就可以买到贵国生产的啤酒，这是我昨天特别买来放在这里，这可以看出贵国在台湾我们都这么样的有印象，而且贵国的影响力也很大。